我是这么想的。您、嗯，那我就饶了你。拜拜，再见。哎。外援顶替高大伟，球星变股民，看报喽！外援顶替高大伟，球星变股民喽！外援顶替高大伟，球星变股民了。你刚才说那个报纸给我拿一份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五八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啊。高大伟，请速来海埂集训，并参加体能测试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谁？侯曼，侯亮。哎，侯曼，侯亮，来，来来来，坐。哎。坐。报上怎么说吧，我倒不太在乎。我就但是呢，参加不了今年的体能测试，按足协规定，今年的甲级联赛就没戏了。那你别犹豫了，赶紧归队吧你。就这么回去，太栽面子了吧？那你想怎么样？让队里向你认错，求你归队，这现实吗？我已经够烦的了，你别再来烦我好不好？那好。不烦你了，不过我还是劝你想想，球迷会怎么看这件事情。他们可不管你什么原因不归队，都会觉得你害怕竞争，临阵逃脱，你知道吧？球迷，球迷，你别总在教训我好不好？我做什么我自己知道。走吧。我们走了啊。喂，大伟，该好好谢谢我了。我，那，喂，那你今天晚上能不能过来陪陪我？你说话。喂，喂，嗨。本来想让你和我一起训练大维的，就没想到。哎，都是球迷把他们惯的。对不起，让你跟我跑了一趟。这有什么话？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打车回去。啊，再见啊。好，再见啊。别烦了，今天晚上我陪你好好玩玩，散散心。
然呀，啊，你的脑门像足球，啊，像足球。哎，等一下我拿钥匙啊，忍着一会儿，马上就到了。没事，没，哎呀，没事。大伟，要不要咱们一块儿洗个澡？我先去。来，你一会儿来啊。你先去，一会儿去。你洗去，你去。怎么了？进来吧。喂。喂。喂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喂。文文，这是谁呀？大晚上不睡觉，在这儿听完，还不让人睡觉了？向你道歉呢。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说这个话吗？你不至于一直让我站在这儿吧？对不起，我的房间从来不对男士开放。对我也不例外？对，也不例外。有一句话我想跟你说。放我归队是不是？没错。你要留在这儿呢，中国呢只是多了一个股民，可是缺少了个球星。这个时候你还说这种话，你真是没女人味儿是吗？那你呢就去找有女人味儿的好了。哎，好吧，明天我会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。
利昂叛军首领桑科当地时间16号晚上在首都。高潮。啊。我平时看你挺老实的，怎么也学会欺负人了？没有啊。你还敢说没有？我姐今天被你们怎么了？一五一十的说出来。你姐谁是你姐？我姐就是白云。嗨，那是有点难为她。你还知道为难她了，说明你还有救。你能原谅我？那得看你怎么表现了。那我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露露姐，你看你把人给急的，说话都利索了。他还得感谢我才是呢，以后还不得哭着喊着求我都气气他。对，行什么行啊，有没有这样的福分啊？看你的表现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将完成的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任务。我姐这人死倔，她未必需要你帮她，而你呢，她就得死皮白赖的帮她。哎，而且时间要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形式要灵活一点，活点，内容要丰富一点，丰富点，效果显著一点，显，还有吗？丰一些。单凭眉头谢就可以吗？